我是56年进学校的，亲眼见证了我们学校怎么从一个专科学校到发展到现在的全国重点高校，我很自豪，我很骄傲。胸怀寰宇报国志，甘做隐姓埋名人。南方人艰苦朴素，志成高远，勤奋好学，最重要的是刻在南方人骨子里的红色基因和报国之志。我是1977级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已经40周年了。祝母校在新时代里继往开来，奋发图强，桃李芬芳，创造新辉煌。我在南航学习和工作已经48年了。南航师生胸怀祖国，不断进取，对于科学技术的渴求永无止境。入学南航已是42年前的事，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一段青春岁月，这也是塑造我三观、厚实我根基的重要阶段。我为母校在育人、科研和服务社会国家方面取得的成就而倍感自豪。南航经过70年几代人的努力，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祝母校这场辉煌明天更美好。母校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动力，衷心祝愿母校为祖国的航空航天民航事业发展培养更多英才，做出更大贡献。70年来，几代南航人共同创造了南航的历史，成就了南航的今天。我相信学校在迈向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取得更加瞩目的成就。从事飞机设计研究已经36年了，衷心感谢南航母校的培养，也祝愿南航母校越办越好，培养更多的人才，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南航已经迈入一流学科大学，谋科学引领，树教育自信。祝愿南航早日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南航始终以国家需求为己任，面对第二个100年，面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希望南航年轻的同学们发扬优良传统，仰望星空，放飞梦想，脚踏实地，砥砺向前。70年航空报国，70年奉献国法，南航70年校史，就是一批批南航人在党的领导下和祖国同行并进地奋斗史。南航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了我，扶持着我前行，我深深感恩于他。祝愿南航在人才培养、四个面向的科技攻关和一流大学建设的征程上实现新的更大的辉煌。航空航天事业是国家之栋梁，是国家力量之象征，是民族幸福安康的铜牌。我祝福南航在今后的征途中，在党的20大精神指引下，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